现在呢，因特网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对不对？是啊。那可以说，现在的家长呢，又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可以明智地选择网络？这个是现在家长所面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同意你的观点。各位朋友，欢迎您收看《亲子心》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要谈到的就是说，有一些不良的网站无处不在，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明智地选择网络世界？那艾德你好。佳丽你好。那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个网站方面的事情呢，因特网呢，我相信你比我更在行，因为你常常都会接触得到，对不对？是的。跟我们说说现在整一个大环境是怎么样的。现在可以说网民是越来越多了，对，就是使用网络的人，不管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都可以很轻松的容易的接触到这个网络。嗯。而且网络上的信息也是非常的复杂，是的，是的，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发现作为父母的面对着成长中的儿女，嗯，他们在学校里啊，回到家中啊，上网搜集资料，做作业，或者跟朋友联系，嗯，都是要使用网络。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一定会接触到一些让我们为他们感到担忧的内容。是的。那我手头上呢有一份资料，这资料呢就是说到一个母亲，她有一个13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平常呢是很爱运动，踢球啊，跟一大班男孩子玩，嗯，也不像有女朋友。可是呢，有一天妈妈发现呢，他在浏览这个色情网站，妈妈很吃惊，是，哎呀，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可是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这个母亲说希望等他爸爸回来，出差回来以后跟他爸爸说，可是呢又很担心爸爸一回来会跟儿子吵一架。所以呢，他把他的难处呢就写下来了。那面对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母亲呢，她对儿子发现儿子看色情网站，感到担心，又感觉到难以启齿，怎么样开口？对，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看这个样子应该13岁嘛，13岁。那么他对网上的这些表达异性的，可能两性关系的图片呢，或者文字感到有兴趣，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她的担心也是正常的。对对对，因为两性关系毕竟是很严肃的事情。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向孩子讲，不会让他伤了他的面子，对吧？对。所以我相信这个母亲的确她面对着这个难题呢，她一下子感觉到手足无措，对，还等着老公呢能够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担子呢也分给老公一点。我想这个妈妈她是愿意把它写出来告诉我们，很多母亲孤独无援的感觉，是不是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甚至不知道要说出来，觉得说出来也很害羞，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对吧？那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自己家的孩子会怎么会这样子呢，这种心态呢就是很有问题了，对不对？有点问题了。因为孩子他到了自然的到了这个年龄，他对异性感兴趣，不是说孩子变态或者孩子有问题，而是说你应该看到呢孩子需要引导。对，这样说来呢，就是其实所有的家长不能够眼光都是固定在孩子身上，觉得他永远是那个很可爱的长不大的，他会长大，像一棵植物一样，他也会开花结果，他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必定是要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对吧？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孩子到了13岁，你突然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他在看色情的网站，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对，我感觉到啊，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13岁了，你还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谈论男女
两性方面的一些知识呢，已经很晚了。对，所以我就知道你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准备的。你的孩子在蛮小的时候，你就是和你的妻子一起把这个性教育这一部分呢跟孩子谈开了。你把你的经验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嗯，我记得是呢，应该是在2008年左右吧。嗯，那个时候其实孩子才5岁。哦，相当小。还没上一年级了，没有上一年级，但是你要知道，小孩子哪怕是在幼儿园呢，嗯，他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过家家的时候，他们都会对父母这样的角色感兴趣。对，他们会扮演。嗯，会扮演角色，那么难免有一个问题，小孩子很小就会问，嗯，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嗯，对吧？你怎么样回答？你别以为这些小不点儿你可以糊弄他。对啊，美国人经常说，哦，是一只大鸟呢把你叼来的。嗯，我们亚洲人常常说是在树根底下捡的。对的，你是白菜心里面，我们买菜回来剥开一看，哎，有个小 baby。 那小孩子呢，他觉得还挺好玩。嗯，你以为这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根本没有解决。对，而且你是用不正确的信息去教育孩子。啊，那么其实当孩子开始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把一些很简单的性的知识呢，嗯，跟孩子分享，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不要等到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哈，你又不好意思讲，他就开始用其他的渠道去寻找这些信息。那你当时是跟你的妻子怎么样进行这个教育工作的呢？那么当时看到孩子他做游戏啊，还有画画呀，啊，什么的，嗯，就涉及到这个结婚啊等等。哦，还有跟小朋友过家家呀，有这个小的洋娃娃等等。啊，那么他就很好奇究竟妈妈是怎么生我的。嗯嗯，那么我就想到应该让孩子有一点知识，我们还为此就做了祷告。嗯嗯，希望上帝能够预备好的材料。哎，真的是让我发现了一个传道人以前留下来的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一些图片呢，文字。我发现那些图片呢挺好的。为什么呢？它不会就是说刺激人呢，啊，产生一些那种冲动，而是说呢，就是把科学的人体的结构呢简单的介绍出来，哦，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就行了。非常科学化的。对，所以呢我就跟妻子呢祷告。正好有一天呢，嗯，就是说儿子他喜欢看我们自己家拍的那些录像啊，就是他小时候怎么学走路啊等等。那么有一次呢，他看到的是他出生的一个过程，是我拍的，亲手拍的。而且我拍的时候呢，我选择的角度呢只是突出妻子生产时的这个艰难，而不是说那种血淋淋的场面，没有。所以呢对他不会，对小孩子不会吓到他，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应该注意的。所以他看着妈妈那么痛苦呢，他就好像眼睛里有泪一样。然后呢我就想，哎，这个倒是一个时机啊，跟孩子讲讲，妈妈怎么辛苦的生他，他是到底是怎么来的哈。所以我就开始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知道小 baby 是怎么样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怎么产生的。我妻子呢，我就把我妻子也叫进来，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在讲，那么我的妻子呢她就在一旁听着，表示一种肯定嘛。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要让孩子把这个性既然是上帝设计的，对，就看得很自然，对，而不是当成一种一种我们社会的禁忌，不要谈不要谈，这种心态根本是绝对是，它是一个非常纯洁却非常干净的一个事情。对，而且人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是要经历的。所以我就用这个找到的这些科学的图片呢，讲讲男女的
身体结构的不同，还有简单的就是到了一定时期，小朋友发育了，发育啊等等啊等等这些很简单的知识跟他讲，我都觉得孩子听得很认真。我有一点感触就是说，当你跟孩子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啊，你要自己很不严肃。孩子会觉得哦，原来性很不严肃的东西，您如果很不自然，他也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自然的讲的，对对，吧？所以你又要自然，又要严肃，还得轻松一点，哇，这个高要难做到度，一个平衡。那么当时呢，跟孩子分享了信息呢，孩子还很高兴，就说谢谢爸爸妈妈给我讲这些，啊，所以我当时呢就觉得啊，这个经历很好，而且我知道呢。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因为他现在虽然在幼儿园里已经对这个性感兴趣，虽然我儿子他没有去过幼儿园，他只是在幼儿园的这种年龄层嘛，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就说呢，等他越来越长大，不定的阶段要跟他再补补这些课程。艾德，我很佩服你，在这个非常适当的时候把那么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在他很小的时候先给他上了。同时，我也想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做父母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们都需要准备自己，是不是？准备自己不光是说性教育这一方面，每一个阶段的教育，我们都应该自己先思考一下，准备一下，应该怎么样跟孩子在生活里面把它展现出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艾德，我也想跟你谈谈，就是说现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互联网已经不分国界、不分时空的渲染到每一个角落里边，里边有很多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很有用处的一些个便利啦。一些个知识的，随时都可以拿到，但是，也很恐怖的，就是不良网站无处不在，对不对？我们做家长的应该从哪一个阶段开始跟孩子们说，网站是需要选择的，不是说他有什么你就照单全收什么，对不对？这一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做的。从孩子开始上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哇，现在很小就上网了。是的，是的。当然，上网多本身对孩子的心理啊，这个体质的发展都没有太多好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关于上网的这个，他们所搜寻的资讯，父母必须得想办法加以控制，利用一些过滤性的软件。把那些暴力的、色情的东西呢过滤掉，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很无辜的网站，你查个电邮、看个新闻，那不知道跳出一个窗口都是什么样的广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靠孩子自己去控制是做不到的。这一点呢，我非常同意。我自己觉得，孩子们上哪一些网站，爸爸妈妈应该知道，大约知道。那如果你能够对他，浏览的网站，你自己有一个心里面有个底儿的话呢，其实比较容易沟通。比如，当你发现孩子们上了一些不良的网站的时候，马上你就告诉他这个最好不要上了，对不对？这个对你可能会有一些误导，或者是他扭曲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很忙，孩子们怎么样在网络世界里面穿梭，他根本不了解的话，那这一步的教育就很难做出来了，是不是？对，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看到，父母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有多么的重要。那我也，孩子上网，为什么上网花时间多？他太孤独了，没有人陪他做一些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有趣的事情，那他当然只能在网络上找朋友啊，等等。所以你这一点呢，也就带出来我想说的，我就是说，无论是不良的网站也好，或者是不良的书籍也好，既然有不良的，它一定会有一些相对的是好的东西，是不是？好的东西在里面，那好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大千世界里，把好的东西也找出来呢？这个是需要爸爸妈妈要跟孩子一起去找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说到，网络世界也好，书籍杂志也好，如果爸爸妈妈主动的跟孩子先阅读一些个有品质的、有素质的一些东西的话，他先有了这个底子的话，然后呢，再有外来的一些个诱惑干扰的话，他至少他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是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我同意，因为作为父母，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搭积木啊、读书啊，这些都能做，为什么不一起上网呢？跟他看一些科教性比较强的网站，帮助他从这些，比如说百科全书类的网站呢，找一些资料用来完成他的家庭作业，这些都是很正面的。所以我也知道哈，现在的父母的确很忙，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够忘记一点，就是说，你能够在孩子身边给他指导的日子其实并不多。通常上了高中之后呢，我们能够参与他生活的时间和项目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反复的一直跟观众朋友们说，做父母是有这个保鲜期限的。让他在这个期限效果很好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10岁之下，他还愿意听你的，愿意那个时候他还会崇拜爸爸妈妈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理念、你的人生观、你的宗教观告诉他的话，那个时候的效果是特别的大的。是啊，那说回去，如果说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13岁的时候上了一些不该上的网站，怎么样反应？我来说哈，我因为一直以来我女儿学电脑啊，弄什么的话哈，都是我跟她在一起来弄的。尤其是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嘛，又跟她一起来弄的。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她讲过，甚至我给她开过一些个不好的网站。我说，你看这些网站里面，全都卖弄的是一些肉体的东西，因为她是女孩子嘛。我给她看了一些，我说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尊贵的，没有必要是放上边去，让那么多人浏览、浏览看，然后写一些无聊的句子。我说人生不应该就是在这个这么小的框框里面就好像这就够了。我说其实我们人肉体也好，这个心灵也好，我们会有很多的层次。那当然，妈妈希望你能够不断的进步，有一个很好的层次。同时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的小朋友看这些网站，要你一起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跟他们一起看呢，还是你害怕，说出来这个不要看呐，或者是什么？那个时候女儿真的是13、14岁，初中2年级的时候，那她就是说，妈妈，也许我不敢说。他很诚实，他跟我说，他妈妈也许我不敢说，告诉他们不要看这些，但是我知道这些没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自己知道，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够了。是的，他已经有了这个防疫针在他身上起作用了。对，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自尊心、面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引导，突然发现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的时候呢，应该是以朋友的关系去跟他沟通，谈一谈。大惊小怪，我觉着不应该，弄得人很尴尬。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上初中、高中那时候，生活都是比较封建的地区长大的，知道吧？人都思想非常保守，我都知道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那种对异性的好奇，还有那种有时候你喜欢上两情谁。相悦的那种吸对，引那力种啊。美好的感觉，但是呢，学校不允许你有什么跟异性的正式的谈朋友什么，父母当然不允许，希望你专心的读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内呢，是挺压抑的，而且是感觉到钳制住思想了。好像我有跟一个女同学呢有好感，但是也没有什么
就被自己的父母察觉到了。我记得哦。有一天，我妈妈呢，在我下学回到家之后呢，就搬了椅子，要跟我坐下来说：“孩子，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从她那严肃的表情，你紧张吗？我就已经感觉到可能跟这个有关。所以，当时我觉得妈妈是为了我好，但是那种气氛，那种谈话呢，让我很不舒服，我感觉到很害怕，就好像觉着啊，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罪过一样。所以我自己经过那一段的岁月，我就清楚明白，应该跟自己的孩子呢做朋友，对。这个事情正常的事情，别把它当成一种大的罪过，对，或者说是天塌下来的一样哈。吓得手足无措，我觉得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说引导他、关心他、问他，到底，比如说，跟一个异性有好感，到底为什么喜欢他呀？对，我明白你讲的是这个就是父母的一些反应，让孩子们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办。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哇，很多时候看着两个人一起逛逛街，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纪稍微大一点，18、19岁、20岁，哎呦就不得了了，好像他们就是不能够融于这个社会了，非得要到24、5岁以上的那样子谈恋爱呢，好像周围的人才接受。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倒回来想。这种感情的需要，甚至这种肉体的这种发育、这种醒觉，不是大人可以控制的，是不是？是如果孩子们已经在情感上、在肉体上已经有了这么多压力的时候，大人还在压压制制着，他，这个，只能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想最要紧的，我们做父母的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同时，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对，要引导他，对。你要跟孩子做最好的朋友。如果你的孩子能够跟你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么他会出去胡作非为这种可能性就非常低。是的。越是父母不理解孩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跟其他的人，从不对。其他渠道来获取信息。OK，那我们现在呢？再说一说，有一些家长，他觉得他的孩子已经被这个电动玩具呀、网络世界呀，甚至手机，已经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跌进去这个网络里边了。我们做家长的感觉到很无助啊，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嘛，那个整个的力量很大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艾德，你有什么话可以鼓励这些爸爸妈妈们呢？我觉得应该调整自己的生活，多抽出时间跟孩子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说到大自然一起，或者说到环境好的地方呢，去做一些户外活动等等，让他感受到家庭里的这种爱呀、温暖，让他的大脑呢能够脱离互联网的锁链的捆绑，或者手机的这样的捆绑，从我们自己做起。有的父母回到家里面，下了班还躺在沙发上，用手机上网发短信，吃饭的时候还在用这些电子器具，你说孩子们能不受影响吗？因为一家人能够沟通的话题太少了，除了是你指责我，我指责你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是可以商量的了。于是大家把自己的情感呢，自己的依靠，全都依赖到这些个外来的东西上面虚去了。拟的世界，对，这个虚拟的世界。让人摸不着的世界，它有它的吸引力，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家长现在遇到的一大挑战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让孩子感觉也有吸引力才行，是不是？对，这是我们跟那个虚拟的世界抗衡的一个方法，唯一的一个方法。是的，花时间陪自己的子女。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取代的。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对，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跟这个虚拟世界不良网站抗衡的，就是孩子们的朋友。那在小孩子他年纪小的时候，他不会选择朋友。如果在他小学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为他选择一些朋友，他跟一些怎么样的朋友玩，跟一些怎么样的朋友来往，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责任。然后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他才把这个权利拿回去，对不对？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已经知道了一些好朋友是一个彼此能够影响的，于是他也选择好朋友、高质量的朋友的机会就大一些，对不对？对，所以做父母的就是把很多方法，正确的方法教给自己的子女。对。你谈到朋友还有网络，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交网站呢，都非常哇，的流行，火得不得了！啊，孩子们也会在里面上瘾，把自己的生活公布出去啊，等等。我们也得告诉孩子们怎么样在网上保护自己。在这一点上，你是怎么样教你儿子的？就是说，他现在上网呢，还没有涉及到在互联这个社会社交网站上注册呀、发布信息。我就告诉他呢，就是说，对于自己私隐的东西，不要什么都放在网上，因为现在很这个很重大的一要。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盗窃身份，对对。这个当然是另外的话题。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当你把自己的照片呢或者什么放上网的时候，你的朋友认识你的或者不认识你的，他们都能评论。有些人可能会取笑你呀、挖苦你、讽刺你，甚至谩骂你。当然，这些人就不是朋友了。对。你的心理脆弱，那个时候小孩子还没有预备好，就会受打击。这种现象呢，就叫网络欺凌。对对对，其实这个网络欺凌已经是，相当可怕的。有好多个孩子已经因为这个原因，自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的孩子知道选择一些网络，同时也让他们学会在网络世界上要有自己的品，有自己的品格。像这种欺凌事件是不能够参加的，对不对？对，不去欺负别人，也不能够被别人欺负。就是说呢，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把这些人呢屏蔽掉，不能让他再进来了。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引导，做父母的挑战呢，真的是很大。越来越大了。那以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顾好孩子的吃啊、穿呢、他的学习就够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呢，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跟我们抗衡，是不是？我们要提早介入孩子的生活，要把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一些他应该有的一些操守，先教导他的话呢，那么这个虚拟的世界就不会把他吞吃了，你说是不是？完全同意。各位朋友，我相信在这个网络世界上，有很多的陷阱。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呢，你和他往前走的时候，至少他有一个依靠，他有一个帮助，使这些个陷阱不会把他吞吃。